您在这等活是吧？没有等的。为什么呀？80多岁了，后来他们不要了。那你怎么还干这个工作呀？我做了亏心了。有人浪迹江湖，有人寒窗苦读，有人阿谀奉承，有人早已麻木，有人嫌贫爱富，有人唯利是图，有人精打细算，有人满不在乎。原先那些人都拉三边的三十年，那以前真的是心呐，这个小自己人，做老实不算他。30年了，这个报告。没30多块。20-30块钱。有人家财万贯，却可世事痛苦；有人身无分文，却又活得舒服。有人若不付出半杯酒，便再无贪图。有人换了张脸，企图脱颖而出；有人躲躲藏藏，不想引人注目。有人狰狞面目，却该装得衣冠楚楚。我要不行，你过来。收起来。收起来。有人爱得盲目，有人有眼无珠，有人付之全部，有人一文不出，有人强求幸福，有人轻视。主要是肩膀太疼了，太辛苦了。你看。我们瞪大了眼睛才世故，磨尖了牙齿学贪图，不过想在平凡世界里找宝物，才会哭着笑着装糊涂。多年后老人看着来时路，有人悔不当初，有人难得糊涂。没事没事，不客气。别谢了，不客气，我们就走了啊！您注意身体啊！啊，好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拜拜。没事，应该的。